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公司中岛新闻，我是康兴祖。现在开始，我们赶紧来关心112年双十国庆，也是总统蔡英文最后一次发表国庆文告。总统首先是讲到咱已经完成占南国造，伊嘛讲伊这七档事情的成绩。针对两岸的关系，伊强调伊一直有遵守承诺，以其现状坚守四个坚持，强调和平是两岸唯一的选择。咱愿意以台湾的民意共识国做基础，以对等尊严做前提，以民主对话做停书，和北京互动和平共存。总统蔡英文入来最后一摆发表国庆文告，主题定为自信根本，国家前进，和世界因为台湾更加好。那第一部分无前进就倒退路，无奋进就放决定命运。蔡总统起头先就先讲到，占南国造经过30年总算做到啊。我们终于做到，我们的国防自主再跨出了一大步，国军不对称战力再向上提升。我们更再次展现守护中华民国台湾的决心，我相信全世界更会认同海坤军舰是为了守护区域和平稳定而破浪前行。面对开票情势，蔡总统强调，为2016年以来一直信守约束，维持现状，在技术表示坚守四个坚持，也强调两岸分歧需要透过和平方式来解决。我要再一次强调，和平是两岸唯一的选项，以维持现状作为各方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确保和平的关键之要。我们愿意以台湾的民意共识为基础，以对等尊严为前提，以民主对话为程序，以维持现状为核心，与北京当局发展双方可接受的互动基础，以及和平共存之道。在最后一年的文告中，蔡总统也讲起7年来政策，包括婚姻平权、年金改革、甲基本工资条起等，感谢台湾人民，予伊两摆机会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这几年来，施政有所成就，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身为总统，我责无旁贷。各位国人同胞，蔡英文的任期会停在明年的520。但国家要继续前进。蔡英文也发声，希望在选举的竞争过了后，朝野政党会当放下激情，内部寻求更加大的共识，对外团结一致，这是对国家的共同责任，用对台湾祝福来结束。台湾加油，中华民国加油！谢谢大家，谢谢。记者综合报道。庆祝双十国庆，今年大约有4000个侨胞回来咱台湾参加典礼。不少侨胞伫服装、穿插拢有用心打扮，融合国旗3色的元素。有侨胞是认为讲，即马国庆典礼当中国旗的元素有较少，所以有家己准备国旗来参加。也那各国参访贵宾的访问团，今年计共有10团211的贵宾专程来咱台湾参加典礼。除了有咱友邦的元首，嘛阁有加拿大、澳洲、美国和日本的访问团。台湾加油！台湾加油！提国旗举手欢呼，热情的20多位泰国侨胞穿家己制作的服装，特别飞来台湾参加2023国庆双十大典。那这位南非侨胞规身躯的显白礼服也是亲自设计，融合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配色。这个是南非的特色啊，然后我是想说庆祝国庆嘛，啊，用国家国旗的颜色来做国旗，希望国旗多一点。觉得太少，是的，没错，不是太少，而是没有。我这个国旗已经用了很多年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没有给。大声话就爱中华民国，来自辽国侨胞欢迎国庆国旗，元素减少。不过美国加日本侨胞是讲，真介意今年的主视觉，也表达这摆是为着蔡英文总统任期最后一年登来支持。都很有设计、非常的有设计感，而且非常进步，一年比一年的进步。今年这个有这个5D的效果，最后一轮，所以他做得非常好，我觉得值得回来赞扬他。又疫情的关系，5年，今年大约4000位侨胞拥有出席国庆，比去年加一倍。那各国访问的贵宾有10团211人专程来台参与。
包括友邦诺鲁总统、圣克里斯多夫总督、加圣文森总督、加拿大国会参议员麦唐诺、澳洲前总理、加联邦众议员莫里森、参美国堪萨斯州议会众议长，也有日本日华困会长古乌圭司带领42位国会议员的大型访问团。蔡总统甲赖清德副总统以接近来来宾感谢这么多国的朋友同齐参与，也展现甲台湾建设友谊。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国庆大会的主题是民主台湾坚韧永续，典礼对10点正式开始。国歌是由中华职棒6个选手甲马京高中合唱团同齐带头唱国歌。陆军航特部国旗机队嘛吊挂大北的国旗，飞过总统府的天顶。主题表演内底，东京农业大学第二高校所组成的翡翠旗师，也佮 UCLA 中琴行政乐队的表演，拢真受娱乐。最后，空中雷虎特技小组冲场，予典礼圆满结束。国军联合乐队加三军仪队壮盛出场。他们是国军的骄傲与荣耀，更是国家军威壮盛的象征。接下来，在乐队的伴奏之下，国军开始操演，除了带来精彩的唱法表演，更加以非常整齐的动作摆出相似队形。三军仪队将以整齐划一的枪法动作，配合精准走位，呈现双十队形。大会正式20点开始，今年国歌由马京高中学生佮有中华职棒选手来领唱。这时阵，陆军航特部国旗机队是挂着国旗，为空中慢慢啊通过。主题表演是由空军永鹰高级教练机的空中训练室开始精彩演出，展现空军的精密够高效。接下来邀请到绿色服装的翡翠技师华丽登场，因是为东京农业大学第二高等学校吹奏乐部来的，这次用动漫的组曲来替中华民国庆祝。有超过100人编制 UCLA 棕熊行政乐队，有春金之声的美名演奏美式卡球歌曲，佮有拉丁风格等热烈的乐曲，来带动现场欢乐的气氛。最后登场是由空军雷虎特技小组飞过观礼台，拖着红白拿美丽彩印，在空中画出属于台湾的自由甲骄傲。为这届的国庆大会画下完美的句点。记者林俊梅、曾志祥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中国驻美国的外交官区有一台蓝色的车雄雄弄入去中国驻加州旧金山的总领事馆，民众是惊到四处走。美国加州的警方是表示，这架车冲入去中国驻旧金山的总领事馆办签证的大厅，车顶的驾驶已经被枪弹死。透过民众传出来画面，会当看到一台蓝色的轿车弄入去总领事馆办签证的大厅，现场是外国汽车如苍苍。熊熊发生这个意外，民众是惊到四处走。案发了后，警方已经把现场留封锁线，包括旧金山的警察局、美国的国务院、中国的领事馆，即马正在合作处理这个案。那嫌犯的身份，还有犯案的动机，正在调查。今天是双十国庆，病院的三房也很热闹，也传来好消息。这是台湾病院再去到三个在国庆日出席的红孩子，也如国泰病院也有一个，也有几个妈妈在要生。妇产科医生是表示，受大环境的影响，现在有一部分的少年家无要结婚，无要生。去年咱台湾出席的红孩子只有138,000人，是创下历史新低，也如今年看起来恐怕会更加低。41岁陈小姐原本有产期，伫个10月底，想袂到因为血糖升过悬，提早到病院催生。实在透早破百生3300公克宝贝查某囝，意外成做国庆宝宝。阿母两个人迎接出来第一个囡仔，爸爸佫激动到后天流目屎。
第一胎嘛，啊，然后又是女儿，然后这个女儿就是我所谓的人家讲的前世的情人哦，超开心的。昨天她刚出生那一瞬间我还哭了，还滴了两三滴眼泪。预产期的话是10月19，那因为宝宝是比较大一些，所以说就是有提前，就是要先生出来。相信国庆节本院三房陆续传来好消息，但本院表示，七早早起已经有3个国庆宝宝，国泰本院受一个，还有6个是待产当中。有妇产科医师表示，受到环境因素影响，部分少年人不愿结婚也不愿意生，少子化问题正严重。今年台湾新生儿人数只有138,000人，创历史新低。今年恐惊会阁继续下探。今年到6月30号，我们全台湾的出生率还不到6万，那去年的总 total 是138,996个新生儿，所以6月底还没有到6万，是比去年还要少很多，所以理论上今年一定会比去年少。医师提醒，有生囡仔规划阿母应该包含25岁到34岁上好生囡仔年岁，各落实定期产检，降低有生的时阵高风险，共同守护妈妈甲囡仔健康。记者综合报道。亚拉 AM 的国庆宴会今年是伫台中，台中市政府是有高讲会有10万人去看。警方伫上一波已经伫台中的中央公园附近实施大范围的交通管制，包括安排4条的接驳车路线，鼓励民众坐公共运输较袂塞。亚拉为着要防止附近的停车场业者乌白化价，台中市的交通局嘛已经展开稽查。警察在路口管制交通，今年国庆宴会在台中连续2天暗时都活动，主场在中央公园周边，为车口下晡2点展开大范围交通管制，一直到车站暗时10点。但过有游客到现场看规半部的指示板，也是不未清楚活动会场在倒。我现在还不清楚，我刚看了几分钟，到现在还没搞清楚。要不然就是有人可以问呢、啊，就是是不是要到那边去问？不清楚、欸台中市府有估会有10万人，动员2000多的警力来疏导交通，各地代替上车站。捷运市政府站加水南就坐车的四个地点，提供免费的专接车，未少人驾塞车都会来坐。接驳车这样比较方便，不会塞车，不用要挤那个车位啊。四条接驳车的路线：市政府线、松竹线、水南线，还有洲际线。这些接驳车的服务都是客满的话，马上就开。为避免中央公园周边停车夹车趁机回去的，台中市交通局也启动稽查，若无依照核定费率收钱，都会开罚。包含给各个业者，请于连假期间务必依规收费，不趁机哄抬价格。倘被稽查到有违规事项，将依规开罚。政府强调，起停车场应罚3000到1万元，不止应连续罚，甚至可能废止停车场登记证。设备在破解查无发现违规业者。记者综合报道。因那四天的连假已经在要结束啊，透早国道5号往北已经出现车流量。国公局是表示，今仔日规天除了国道5号往北可能会对透早塞到透暗，塞11点钟，其他国道往北的车流量伫过道到暗时会出现。啊，那国道1号台中都会区因为有放烟火，可能卖较车会较侪，可能会塞到暗时10点。一台车耐心排队等上路，这是国道5号头城交流道。早起无到9点半就开始出现上百车条。国公局预估70几天国道的交通量有108,800万车公里，除了公路塞车时段，可能为早起9点到暗时8点有11点钟，其他国道上百车流大部分集中在中昼过后到暗时，新竹国一上百，苗栗到湖口，国三上百，关西到大溪，预估为下晡2-3点塞到暗时8点左右。国际台中都会区路段因为放烟火，可能有车侪塞车情形，会继续到暗时10点。现在其实雪隧内就已经有车多，国一的南屯到后里路段，因为今天的国庆焰火是在台中释放，所以这个路段有可能从下午2点开始就拥塞到晚上的9点10点。七早十一两天，伫东北季风影响之下，水汽依然真多。目前伫嘉南北海岸已经有大水库，依然也因为地形甲东北季风的作用，落雨较明显。爱到拜四拜五，东北季风减少，水汽才会大大减少。从礼拜三开始哦，3、4、5、6日，其
其实水汽会越来越少，等于是说还是阴天，这个迎风面的区域还是阴天，但是过一个山可能相对的就有机会有阳光露出，所以这样的天气呢会持续至少到这个礼拜天。另外气象专家提醒，暗时甲透早因为雨势冷较作用明显，气温降的幅度较大，各地气温差不多20度左右。这周末在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之下，北台湾部分地区也出现10度以下低温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的消息，咱来关心伊巴冲突进入第三天，双方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600人，包括真侪外国人，甚至还有大批人质，即马是被哈马斯掠去。以色列的政府已经下令对加沙地区实施全面的封锁。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讲，以色列会用空前的武力，和哈马斯付出代价。国际光火照甲天顶光影影，飞到岸翻点了。以色列继续对加沙走廊发动空袭，伊巴冲突进入第三天。以色列政府决定对哈马斯大本营有230万人口的加沙走廊进行全面的封锁，加所有电力、粮食、燃料，还有医疗物资的供应拢切断。总理纳坦雅胡伫咧安全会议上批评哈马斯的行为，就是野蛮的伊斯兰国，讲对哈马斯报复行动才拄开始啊。הוא יקבל מלחמה. התמונות של החורבן וההרס ממעוזי החמאס בעזה הן רק ההתחלה. 以色列军方证实，哈马斯的领导人辛瓦加尤尼斯都已经死亡。纳坦雅胡呼吁反对党团结起来，支持政府打击哈马斯恐怖主义。以色列所带来军事行动将会让巴勒斯坦未来几落个世代都感到震撼。严格哈马斯的指挥官呛声讲，加沙已经做好准备，会当当几落个月。أما شعبنا الفلسطيني يصبر ويتحمل، نحن لدينا مخزون يكفينا أشهر، يعني مش مقطوعين. صبرنا 51 يوم في حرب 2014 مستعدين أن نصبر أشهر عديدة. 这场伊巴几落十年来上血腥的冲突，那是双方的人民死伤正惨重，也影响到正侪国家的民众。包括美国、加拿大、俄国、泰国、爱尔兰的国民都在攻击中死亡。另外，哈马斯也两遭百万人做连接，威胁以色列，若是继续空袭加沙的民众，将会替连接做报复。卡达和埃及已经出来要协调，土耳其也想要做中人来调解。Türkiye olarak tarafların talep etmesi halinde esir takası dahil her türlü arabuluculuğa hazır olduğumuzu belirtmek isterim. 美国协助当地航空母舰福特号战斗群已经驶往地中海方向。严格美国方面强调，未派兵协助以色列。包括奥地利和德国已经暂停对巴勒斯坦的援助计划，严格欧盟是无暂停援助的打算。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催告呼吁联合国紧急介入，阻止冲突继续恶化。公司新闻金焕庆编辑。伊巴冲突的战火即马嘛拖到海外，伫美国各大城市分别拢有出现支持以色列和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因无共派伫街仔路互相呛声，甚至阁有以色列的旅游团伫埃及受到攻击，造成两个游客一个埃及的导游死亡，也那开枪的竟然是当地警察。海外以色列人也以色列国旗行上纽约的街路，严格看袂过巴勒斯坦支持者一个家己也抢走，迄个涂骹大力一直打。伊巴战火汹汹侵权，英国驻伫海外民众也行上街头示威，双方人马伫纽约甲阿里兰大一家国际所在时互相伫呛声。And we've been suffering for 75 years at the hands of a regime that is, you know, founded on ethnic cleansing, founded on violence, and has been, you know, erasing and displacing our people for decades now. I'm heartbroken.部分旅居纽约以色列人随家工作放在一边，买单程机票拍算回国参与战斗。因为受到战火影响，各地飞往以色列班机拢被取消，真侪人正在设法解决交通问题。回国了后，无得甲家己休备部队，也是只是陪伫亲戚朋友身边也好。在这时阵，礼拜团出以色列旅游团伫埃及第二大城亚历山大，和当地警察随机射杀两名游客，甲一名埃及导游死亡，另外有一个人受伤。因为手机阵已经被抓起来。
埃及是头一个跟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阿拉伯国家，两国虽然有外交关系，不过以色列人在埃及依然是无啥受到欢迎。二日发生警察射杀游客的案件了后，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呼吁国民这段时间避免出国，也伫埃及的人是赶紧离开。国际新闻张惠敏编译。所以镜头搁等下，咱国内来关心台中市迄款军机，伫八月份的时候有百外只渔船伫海面上抗议了哦，因为因含台中港港务分公司也无共识，所以伫国庆连假的期间，因是各一届发动抗争，伊嘛批评官方恶相作业。渔船顶端绑着抗议的布条，国庆连假期间，台中市渔民发起海上抗争，59只渔船伫咧毛博区集合，而且批评台中港务分公司这几年不断吞海造地，侵害渔场的范围，煞无甲渔民沟通。台湾这么民主的社会啦，还佫有竟然还佫这么威权的代志发生啦，因今仔日损害到渔民的权益，竟然唔免甲渔民讨论，唔免甲渔民开会，直接。就应该去予伊因的相关法定应该去做啊嘛。我渔民干那这油钱50年啦，油钱了未算的啦。啊，你叫我愈走愈远，啊，讲啊歹听啊，台中的渔民真正比台北的、甲高雄的比袂着吗？台中市渔会主长，台中港1973年建港甲单分三期扩展港区，渔场不断去用限缩。目前划定1.1万公顷禁渔区，干那有5000公顷左右有过赔偿。加台北港、高雄港扩建赔偿案，拢已经讲好比起来，台中渔民不满受到无同的对待。不过台中港务分公司表示，开港甲单已经完成6件渔业补偿，今年配合经济部人员政策，吞海造地也伫咧行政院核定的台中港范围之内，一切符合规定。行政院于1992年2月21日核定台中港港区范围，符合香港法规定程序，对渔民朋友理性表达诉求表示感谢。台中港务分公司将持续透过渔会与渔民协调沟通。台中港务分公司感谢渔民理性表达诉求，会继续跟渔会来沟通，凝聚共识。渔民讲，家己那亲像是山顶的公民，强调那是无得到满意的答复，连江也阁会继续来发动抗争。记者台中报道。继续关心基层消防人员，昨暗因伫凯道举办国殇日晚会，因提出要求要做工会等三大诉求。要参选总统的民众党郭文哲有九位签承诺书，也国民党的侯友宜是派立委詹明忠去做代表支持消防人员的诉求。因为这个活动到昨暗9点半拢也无结束，所以警方有夜排啊经过三界，尾啊伫9点40的时和平刷过。固执啊！固执啊！要公安！要公安！主公安！主公安！国庆日进前开到七到暗时，来将近300个基层消防员、消防员工作环境促进会，伫开到举行国殇日晚会，成员伫现场关声喊诉求。人民把我们当成英雄，但是我们脱掉消防衣，其实也只是人而已。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天也来参加，表示政府无需要将工会当作对立的一面。我们主工会并不是一个很。对执政者来讲，不应当视为是洪水猛兽啊。所以在之前都已经表达过，我是赞成消防人员组织工会。国民党在现场签署支持消促会三大诉求承诺书，国民党立委詹明忠也代表侯友宜签署承诺书。台北市警方表示，这是无申请允准的非法集会，出动50位警力到场来劝阻，暗过无强制作为。警方在暗时9点30分进行第三摆夜班警告，活动在9点40分就和平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一件不幸，这是高雄凤山一栋公寓昨暗传出有三个人死亡，是78岁的厝主，也佮有51岁佮53岁囝儿。现场无烧拍，而且佮有留遗书。警方无排除三个人是想袂开行地路。当地里长是表示讲，这个火啊经济有较困难，妈妈有破重病，有重病，啊那后生有摕到身心障碍手册，规家火啊拢靠查某囝来饲家。
警方甲里长破门入去，两男一女倒伫房间内底无喘气，厝内有卫士，还佫有小摊金锣，警方排除外力介入。当地里长讲，即口罩长期经济无好，几当阵嘛捌想袂开，加再方法肯救倒来，即个说袂赴。或许他们存着一种家丑不可外扬那种心态，他们基本上都婉拒各界的帮忙。看到我，较早行伫遮甲我囡仔聊天，啊，即最近吼看到我拢。跳对变轨，拢无爱，无我来感觉一样。受着厝边救袂回来，当年关怀这口罩的林长真艰苦。伊讲林里知影这口罩有过轻生的念头，拢会到处引到义中。毛厝边讲着，这口罩对人是真好气，不过敢那无介愿意接受帮助。社交退缩啊，人际回避啊，跟你表达说啊，我觉得最近日子过得很苦啊，然后快活不下去了。在这个时机的时候，他就是在一种抽出一些求救的讯号。心身科医师建议，有过轻生记录者要特别注意。那当年受到疾病，还是经济无好来艰苦，冇可能有歹念头。身边的人都要加注意。社会局即时回应，即口罩是当前北轻生通报社会局开案，提供的物资、急难救助等等，嘛协助来得到新生障碍证明甲新障碍生活补助。后续评估因生活稳定，过冬一月结案，似乎拢透过轻生防治甲。社政系统关怀，后续会来联系的家属处理的投诉。记者王刘婷、柯静准给我们报道。新北市新庄有一个饲狗的主人，把伊的狗啊饲伫门口口几廿年啊，伊发现讲有千分人饲狗啊食物件，这个主人。指控讲，因为这只狗啊食物件食煞了后，煞歹腹肚，骨头骨老，尾啊送病院，不幸死亡。啊，若是这狗啊食物件，姓张的查某人是表示讲，伊是看到讲这狗啊三比八，因为好心才饲物件好食。啊，若新北市的动保处是表示，总讲这狗啊死去的原因，甲伊食的物件有关系，安尼就会当依照违反动保法，相关会当罚$70,000。刚食的物件，等在路边。这个骑车的查某人车停来了，区内市人啊内面的狗，过两天了，同一台车，同一个人又过来啊。这回无看到狗人啊，就甲这物件等在边啊。伊饲狗食的是紫米肠，这只狗几工前该全部拢食落去，狗主人就讲，结果造成伊的狗得着急性胃加肠抢救无效死亡。他没有要毒他的意思，我们知道。可是他很明显就在乱丢垃圾。我觉得你要丢垃圾，你就丢垃圾，你也不应该直接把糯米糖丢进去狗狗的笼子里啊。登记代志发生的地点在新北市新庄，狗主人讲，伊这只米克斯 Money 在丰年街店门口饲15年啊，找这早起9点挂，开门营业进前，狗给人饲食。警方尾啊找到这个47岁姓张的女子。伊讲是因为看这只狗食散，好心要改饲，无想到讲会出代志。那如果才有因果关系，则违反动保法第六条规定，任何人不得骚扰、虐待或伤害动物。依动保法第30条，过失伤害造成动物死亡，处新台币15,000元以上75,000元以下罚款。若是这个查甫人饲狗食的物件，甲狗的死亡有因果的关系，就涉嫌犯动保法，相关会当罚$75,000。新北市动保署也提醒讲，紫米肠内面的紫米较歹消化，而且是高糖的食物，若是予狗食，容易引起胃酸过多，出现肠啊无爽快情形，影响狗的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红头树，小克风台扫过红头树，灾情真惨重。风台已经过一礼拜啊，严格红头树即马还搁在复原。一早暗已经全面送电，即马民众是要来恢复家园。严格伫红头树即马是较欠缺水电师，还搁起厝的人员。目前正在招志工去岛上斗三工，帮助当地人恢复家园。管府嘛表示，已经有通报劳动部，因有人力的需求，而且未来嘛会规划募款的口罩，希望会当协助红头树的人来重建。超过17级的强风，将榕树居民厝内的门规个吹走。风台过了后，规个榕树街路居民的厝，毋是风吹倒，就是厝顶风吹走。民间厝受损的情况真严重，全岛2000多户会当讲一半受损。有一半的住户都有多多少少的受损。
这个暗台电已经畅通全岛电力，港口也清楚航道恢复海上交通。乡长讲，今嘛岛上一直清理在后山上的垃圾，根本无电力会当修缮处。台东县政府表示，已经向劳动部通报南势需要修缮处的电力需求，同时就无协助加修入户。修缮处的职工需要的材料费用在一下开立拨款口子，提供各界捐款协助南势受灾居民。中建嘉恒。那至于这个灾后零工的部分，我们也会将核定之后的及时讯息会公告，那就业服务中心也会协助来做这个灾后零工的招募。开设专户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目前也正在跟乡公所那边联系接洽中。台东县政府表示，已经提供南势受灾户每户5000的急难慰问金。也毋过，乡公所估计，包括渔船损失甲民间需要的重建经费，可能达到上亿，需要各界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杭州亚运已经刷过比赛圆满结束，这一届咱台湾队的表现是真好，即将摕到19块金牌。所以总统蔡英文嘛有指示讲，比较东京奥运派出 F-16 战机飞伫飞行机边啊，迎接咱的选手回来台湾，和飞行机顶的选手是搁欢喜搁感动。看到飞机顶窗仔门外口的情形，选手因拢欢喜甲喊声。杭州亚运代表团这边摕到好成绩，总统蔡英文送一个大礼物。伫飞机两边拢有三台 F-16 战机，放高空利剑弹欢迎台湾英雄。F-16 在我们旁边，就是虽然天气不太好，但是还是有看到一些就是闪烁的烟火，这样，对，就感觉很棒。中华队这边总共得到19金、20银、28铜，总成绩第六名。崔国安回国的代表队包括棒球、射箭、卡巴迪男子和柔术代表队，总共114人回台。其实是比我们预期还要好，非常的多，而且呢也金牌数平了曼谷亚运的纪录，那银牌也超越了曼谷亚运。平安回国，任务总算过一段落。几落百位亲友团甲下地行妹，早就穿好花裤加布条，迎接台湾选手回来。选手因大家心情加正放松。我觉得我自己都很享受在每一场比赛，然后也很开心能够为中华队打球，然后希望未来还能够继续为中华队打球，拿下金牌。杭州亚运比赛圆满结束，选手因小可休困了，又果要开始穿2024年的巴黎奥运，期待当有好成绩。记者综合报道。亚洲控制苏尼的巴黎奥运在明年7月份就要举办，法国为着要第30号举办开幕典礼，法国政府即马是要求伫河边有半海边570个车站拢爱刷走，也毋过这是引起当地卖车车站不满，要求因的政府爱还赔偿。另外，法国即马冒臭虫的问题，而且是愈来愈严重，拢正需要紧解决。这轮意大球可惜无入围，为了鼓励民众购买明年8月28日至9月7日伫巴黎举办的拍运，法国总统马克宏这轮意伫拍奥门票开始卖进前拍一场友谊赛。La moitié de ces billets sont en moins de 24 euros. Tous les billets sont en moins de 100 euros. Donc c'est une super occasion pour découvrir ce sport et vivre.除了拍运，明年7月2日至8月11日的夏季奥运是法国浪100年后搁再举办的大活动。根据预测，在奥运期间，巴黎逐天会有4000至5000的身障者爱坐车转车。不过，首都地铁站仅9%有无障碍设施，所以坐轮椅的人甲总统清明，因为因认为无障碍空间的改善进度上慢。另外，巴黎臭虫的侵袭愈来愈多，为顶礼拜5间学校被迫关起来。早短短几天，目前已经有7间学校关起来。为了奥运会会当顺利进行，法国政府已经召开首连线的会议，掌握臭虫病例数量的情况。On a constaté une recrudescence depuis la rentrée. Environ, on estime à 30-50% par rapport à l'année dernière de supplémentaires. 为了在塞纳河边举办奥运开幕式，法国政府要求河边有450年历史、拢总570个旧册单爱搬走，双方因变成紧张关系。这些册单是要求政府爱赔偿因有可能的收入损失。ne sont pas installés de manière homogène. Vous savez très bien qu'il y a des interstices et que une foule compacte sur les quais aurait tendance à s'agglomérer à des endroits où on peut voir la parade et ça poserait un certain nombre de difficultés de gestion de foule qui peuvent avoir, on l'a vu à Séoul, en Corée
du Sud des conséquences extrêmement graves. Amgo,我那有巴黎议员批评政府，讲拆除册搭是想要毁掉公共空间所有环能力，因为不管拆搭拆还是唔拆，只要是人济所在，都会有人流管控的风险甲难题。公司新闻新乐部编译。像是恁家休息工，真侪所在，真侪景点，人拢吵吵吵。伫南投竹山的指南宫，就民众指控讲，有一个查甫人，那亲像是摕手机啊，对一个查某囡仔偷拍，这让其他的民众甲围掉咧，而且赶紧报警察。警方一个到地，看这个查甫人的手机啊，并无发现偷拍的影片，也是相片，证实讲这是一场误会。正人甲男子围掉的，唔然无可以离开，还过来报警。原来这个男子被民众指控，疑似摕着手机啊，对着其他的女子来偷拍。店家的老板发现，那后来就是他们要走了，后来那个老板就去跟那群人讲。代志发生伫九号，南投竹山指南宫，只条满满的人潮。不过民众指控，这个男子来到庙前已经几啊天啊，不过却被店家质疑，疑似摕着手机啊伫偷拍，被其他的民众围掉的不准离开。警方后来检视男子的手机啊，并无发现偷拍的影片或者是相片。那一个拍的先生哦，他就把他的那个手机给他看，他说他不是说真的偷拍他了，他是远远在拍他这样的哦，可能是他看到说很漂亮啊怎样。其实还是会觉得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好像不太好。我尽量不让人家去拍到我，因为我觉得我有那个我的肖像权。那时候我在拍的时候，其实我也会特别去注意说，我前面镜头里面会不会有人？未少民众表示，若是用手机咧翕相，会尽量避免翕到其他人之光；若是要对着特定的人士翕相，应该先取得对方的同意。律师表示，翕相之前应该注意，避免违反着刑法妨害秘密以及肖像权。每个人的五官长相都是肖像权的范围，受人格权保障，所以任何人没有经过别人允许偷拍别人的长相，这部分是民事侵权行为。律师嘛说明，如果去特定的人士，或者是透露无公开的活动，或者是隐私部位，才会涉及到妨害秘密的刑责。如果若是去公开场合，或者是无特定的人士影像，应该是还未涉犯到刑责。不过，翕相之前应该先询问对方的同意，避免引起相关的争议。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在镜头来宜兰，宜兰大溪溪港港区内底出入的水路，即马是风声讲，那就让大卡冰箱冻掉来看无路。因为有渔民是反映讲，即卡冰箱的高度伤高，也毋过渔会是澄清讲，要做进前拢有含渔民参详，应该是无即个问题。在台溪溪港出入的航道附近，因看到一个大冰箱，高度真高。有渔民反映，这冰箱的阻间加准时线，对出入溪港的渔船来讲是真危险。说你这个是航道，你不能改，因为你改到唯一港进出港，你遮住了船只航行的那个视线，很危险啊！因为船是没有刹车的。这冰箱是渔业署甲宜兰县政府补助头城区渔会设的，因为渔民处理掠来鱼了后，会到鱼腹内甲鱼头。这冰箱主要是放这物件，搁做后续处理，避免后被骗跌港内。头城区渔会讲，做冰箱的位置袂乱做，说进前拢测试过，搁甲当地渔民沟通，绝对袂有阻碍加准时线问题。哎呀，那我跟渔民讲过了，那个都是，当然这不是乱做，那个位置不是乱做的，哎呀，那种讲过，别再挡住了，挡住吼，当然那个危险呐，哎呀。另外，大溪渔港卖主食食面为主的观光直销拍卖场，自从2018年启用了后，最近开始翻修，大翻壁壁，暂时离开。桃城区渔会表示，工程是要解决拍卖场太多落去影响游客安全的问题。未来也加装通风设备，施工进程已经甲大环沟通过，农历过年进程应翻修完，予因应阁进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为着要鼓励咱国内传统低调，爱做好污染的防治，农业部有提出百亿的基金，会当去申请改建计划。云林县政府的农业处就表示讲，申请改建改善的时间剩最后一冬尔，所以呼吁饲猪农爱把握时间去申请。改建后低调，低调中的地方会当让猪的排泄物纳入集中，减少清洗低调所产生的废水，并透过智慧侦测系统调整电风含水量。要防止臭味飘散，让用地的空间保持清气，提升用地的有成率。地条的臭味有无？100%降落来像30%，
啊，伊这个预成立提高啊，嘿，伊就是让咱这个密闭式条状地板、密闭式注射，安尼，让咱这个环境更加好，药性如更加高。惠灵馆用地的户数1195张，实体的数量大约156万只，占全国1/3。但过去传统的地条，大部分拢是按摩头实心的地板，还是开放式，也造成实体的臭味飞去外面，影响空气品质。农业部2021年提出4年100亿基金的用地量改善计划，目前惠灵馆已经有300多张进行改善。我们大家去争取了，已经22%的养猪场已经进行改善的部分，那将近还有7成多的那个养猪场没改善，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我们继续努力，然后改善我们养猪的环境，也让提供国人最好的猪肉。罗楚表示，这几年来环保意识抬头，实体的产业店因为设备老旧不堪，污水池的容量不足，产生环境污染造成民怨。现在透过市地百亿基金的计划补助，会当改善土石环境。目前计划剩最后一年，还有市地人爱爸来申请。记者王伟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中国商务部今年有宣布对咱台湾2000多项商品进行贸易壁垒调查。昨昏是雄雄讲状况有较复杂，用这个调做理由讲，讲调查期要搁延长3个月，时间是到明年1月12日。那这时间拄拄好是咱台湾总统大选的前一天。中国商务部今年4月宣布对台湾进行贸易障碍调查，原本礼拜公布结果，但过找到以本案情况复杂为理由，公告调查期限搁再延长3个月，截至日期定在明年1月12日，刚好是咱国总统大选前一天。对此，经济部回应，伊向秉持开放态度，愿意甲中方伫 WTO 架构下协商甲处理，同时做好产业的后盾，准备各项辅导计划妥善应用。刘伟辉是呼吁，北京当局应该停止政治操作贸易争端。不应该把贸易的做法政治化。学者是指出，因其在无期之中，因为北京当局就是希望用经贸手段来影响台湾的控制数大选。就是想要凸显说，两岸有政治互信，大陆就可以让利；两岸没有政治互信，那大陆方面就不仅将本求利，而且会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选1月12日以前，他会视台湾选举情况再来公布。中国也分析，中国利用贸易障碍调查对台湾施加压力，也营造两岸经贸可能出现危机的气氛，想要影响台湾的选民。专家讲，贸易障碍调查成立可能性大，那中方因此将之恶化，台湾有个上大损失是205亿美金，占去年全年出口4794亿美金的4.3%。不过研判，中方未全面来法庭。比较可能以调整促销部分 F 杂手的清单项目，正做保护，内底工业产品被认为首先受影响，像石化产业占88项，纺织业136项，机械业107项。相关的业者他可能就寻找新的啊这个替代的这种出口市场，东南亚或南亚其他的地方。所以说啊分散布局，其实业者已经有因应。郭达兴指出，多数相关业者已经积极分散市场。另外，去年液化杂修废品占咱整体出口值的比重下降，对台贸易个影响降低。也来台湾进出口中国主要是 IC 产品，拢是零关税。记者综合报道。经过4天的时间，今麦美国国会代表团是搁去到中国访问，这是由美国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舒默带团。外界是期待讲，这次访问会当替后个月拜登和习近平见面先铺路。也毋过，舒默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咧见面的时候，伊讲话是无咧客气，伊是批评中国伫伊巴冲突顶端并无展现大国的态度。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苏比率领跨党派参议员6个人组成访问团，坐到伫中国北京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这是2019年了后，隔4年阁有美国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中美两国如何相处，这决定了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几任总统都讲过。我说我们有1000条理由啊，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1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外界期待这次访问会当为后个月拜习会铺路，也毋过美国总统拜登对后个月伫旧金山举行的 APEC 峰会期间，甲习近平会面表示目前无安排。There is no such meeting set up, but it is a possibility.
苏碧甲同齐去的参议员表示，美国无寻求甲中国发生冲突，也无希望甲中国脱钩，愿意甲中国加强对话沟通。We make clear we don't think that level playing field exists right now. We need reciprocity. That means that the American companies are able to compete as freely in China as Chinese companies are able to compete in America.这次访问，苏碧也跟中国外长王毅会面，对中国只是简单呼吁，意把双方保持冷静。苏碧当面表达不满，伊也敦促中国人民甲以色列人徛做伙，谴责能力个恶毒的袭击。250 young people gathered at a dance, and the Hamas terrorists took machine guns and shot them all dead. I was very disappointed, to be honest, by the foreign ministry statement that showed no sympathy or support for Israel during these troubled times. 中国外交部在哈马斯犯下暴行了后，电脑发行文稿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也讲安尼才会当平息冲突的办法。苏表认为，这并不是大国应该有的态度。公司新闻邓慧婷编译。同齐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1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0度。外岛的温度21度至27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中昼咱再会。